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次的模拟市民。绿色生活终于上市啦，现在是1190。那如果说有比较手头不宽裕的人，可以等到那个夏日大特价的时候再来购买。音量有点大，转低一点。那除此之外呢 ，EA 在这次绿色生活上市之前呢，有做一个大更动。那假设说今天你们是有安装那个模组的话，请记得到你的游戏设定在哪里啊？那种其他的地方，游戏选项，然后启动自定内容的模组一定要勾选打开，然后打开之后按套用变更，然后按 OK 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退出游戏，再重新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画面，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那个小人啊，才不会光溜溜的，不会一进去就看到是可能是光头啊，或者是没穿衣服的啊这种的，有套 CC 物件的都会有在发生大更新之后都会有这种状况，所以就是每次都要注意。对，然后还有你就是如果说你有装那个 UI Track 或者是 MC 指挥中心的话，请也记得要更新，因为这两个都会是同时间一起跟，譬如说有官方更新的时候，他们都一定会有再继续在，他们会马上及时做就是更新模组的动作。对，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两点很重要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更新完之后就会出现这个万年清港，这是新的资料片。然后买的时候，你就资料就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这次更新的话，它在游戏的地图的这个部分呢，像柳溪这边呢，它会有一个 J 区，它会叫做贤者产业。贤者产业位于柳溪最抢手的区域，提供了无尽延伸的大型建案，繁华茂盛的景色，以及最高级的上流社会。可是这边建物很少啊，才2栋而已啊，50×50，40×30。这边最大应该就是50×50的用地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一区的话是花园社区，柳溪这个是历史最具花园社区，标榜大型豪宅哦，和住在这里的带什么附带的暗照。这里有什么暗照？我只记得，这个船是后面多出来的吗？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个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边方得利湾，建造位于南柳溪哦，这边是南柳溪，所以这边是北柳溪咯。最具特色以及它的分享特点众多，居民住家简朴，喜欢附近的河运、钓鱼，不远处还有迷人的信义铁道。信义铁道这边有，蛮神奇的哦。啊，这一棵树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被你切一半？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那个小龙虾区，小龙虾区是柳溪的中心，所以这边可以钓到小龙虾吗？所有的城镇的活力的泉源，包括公园与夜生活，都能在这个社区中找到，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型的镇啊。
然后你就包含了公园啊、博物馆啊，就是博物馆是很少去诶、欸。然后夜店啊，这个夜店我改过，然后基本上外形没有改，就是周围附近之前有改过，摇摆不定健身房、柳溪档案图书馆，这两个真的是不常去啊。图书馆跟博物馆真的是超级少去。然后这边是天井路，天井路这一区，天井路针对于勤奋向上的族群。提供平价的住宅，混合了较大型的宽阔、宽广的住家典型造型，40×30，所以这边最小是20×15，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绿洲之泉呢，这边有分一二，一样哈，多了。多了5个新的图示，然后这一区就是霍德小山。霍德小山的居民花了不少的钱，然后什么换得美妙的怪石，什么临海眺望的景观，以及那甜美的孤独感。40×30跟50×50，好。然后这边是天空棕榈，这个高档的社区哦，门禁社区诶，提供了居民温暖及狂野等沙漠生活的好处，同时又提供无尽的青草奢华。那这下面这一区是他们的，也是他们的那个公共区域啊，这也是改过的，整个打掉重盖，不然之前这边进去就是那个幽幽暗暗的感觉，很适合那个吸血鬼去。好，这个地方叫做嗨。什么蜃楼峡谷？蜃楼峡谷是柳溪之泉的真正绿洲，在此可以看到美妙的瀑布奔腾，以及如及时雨般的休息站，口干舌燥的来往游客往往欣喜若狂。好，然后这个讲过了吧？岩床海峡，这个俗气的令人舒畅，俗气的得令人舒畅的社区，每个居民都为其广告牌的草地感到无比的骄傲，有谁会不想？每天早上和雷龙巴瑞问候早呢？哦，所以这边有啊，对对对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造景，然后是一只那个雷龙吧？对啊，然后这边是一片干枯，这个社区的经典沙漠的体验，不但有多到不行的。什么风滚草，还有一望无际的仙人掌呢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绿洲之一景绝顶这边也有，一景绝顶这边也有新增加三个区块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地方叫做拉马拉古恩，拥有湖畔步道和公共场所建设。这个社区有着恰到好处的都会风情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布瑞吉亚尤，名字为什么要取那么难念呢、啊？
这个很适合家庭中社区，什么社区宜人的野餐区域，以及绝美的天城市天际线景观。好，然后这边，其实我觉得这边这一大块应该要开放才对。那我觉得这边这样太浪费了。这个也可以呀，这边其实都可以开放啊。希望之后可以更新，然后开放，不是假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，连在一起。然后这个是瑞吉莱恩莱夫以景绝顶郊区的大道上，有着密集的什么业务物业，以及交错繁杂的商业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着大量的登山步道，所以这边是可以往山上的嘛。这一区，因为这边树林比较多啊，这边比较多那种高楼建筑。那我们再来看温登堡没有？温登堡这边也有分哦，这边也有分破碎雨可以算是镇上的部分。五层，这里举目所及处，只有美轮美奂的高级住宅。这边很像就是一个，感觉好像大家要搭船，然后才会到这个地方。那应该有一个什么港口之类的，不用这么多建物吧。崭新，这个是来客中心崭新初见，引人入目的闪耀。来客中心是温登堡新兴商业及企业蓬勃发展之地。哦，所以这个算市中心咯。然后这边是温斯勒这一区。这边区是温斯勒，这边后面啊，它有一排那个，就是很像铁道的那个，开阔的空间以及一两处豪华别墅，造访或居住这个住在温登堡，体验令人愉悦的乡村生活。所以温登堡这边是乡村生活。确实啊，它是真的蛮乡村的 然后这边是古色广场，诱人的鹅卵石铺满了古色广场欠缺的绿意。在温登堡最古老而丰富文化历史中，工作及娱乐。这边有什么老地方咖啡馆啊，南方广场咖啡啊，独角金之壁啊，这是夜店啊，然后方形庄园图书馆，这是住宅啊，一二三四个住宅地区，然后六个这样一二三四五个公共场所 然后这边有遗迹。玉兰步道没有，好，三民宿落就它没有更新，然后遗忘山谷这边没有，然后虎斑湾我看一下，虎斑湾应该也没有，因为这个图示就是原本有的。然后太阳谷这个好像是，这个不知道是有没有山峰，我记得好像之前没有。还是有忘记了，就觉得它的地图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名人富人都是聚集在这里，什么？首选于顶山峰，号称着太阳谷最昂贵的各式住宅。如果你住在这里，会获得成为大人物，得获得得。
想办法获得大人物的才行。所以这边是，哎，奇怪，瓦德家怎么不见了？这是莫名其妙的 NPC 住进来的。我其实小镇应该是没有啊，没有新的图示，就是原本旧的。索拉尼也是没有，然后我看一下微光溪流也没有，因为这边原本就是更新了一些，就是其他原本旧的，他们没有去做分类的，他们把它分出来，就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之前都没有分啊，配合这次的万年青港，他们有做一个区分这样子。